好好画，就会画大圆圈儿。早晨，爸爸老早走了，给他俩煮点小面条。青菜一口不吃，我没放，放虾和鸡蛋。菜我都没过。一斤的菜我都没过，哎呦呦呦！妈。后来这一早上鸡挠的，跟他哥哥抢玩具，跟他哥哥抢遥控器，哎呀，没有不抢的。查的少，哎呦，我咋着呢？排骨铺街，昨天晚上也没吃饭。妈在去。卡萨去，去吧。如果你吃完了。啊？姥姥都吃完了，把那鸡蛋也吃了。不错，妈妈。不错，不错。菜我都没过。妈。菜我送到这。送到这得。그래。손으로잡아。哎呀。洗澡也哭，哎呀，擦屁股也哭。这一早上，除了洗澡就是拉粑粑，要不吃饭。你真是把全都干全乎了你啊！人不大，你事儿都干全乎了。昨儿在干呢，没有水了。哎呀，送上学去。我明妈妈明天可上班去了，可不得给你们家嘚瑟了。哎呀，鸡挠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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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来这儿做那个打印的什么东西啥的，这老板因为我老来了看着我儿子了，每次都是我自己来，还给了2000块钱。刚才去店里边，然后又有一个阿姨来了，还给5万块钱。这金老大一出来自己带那啥的，自己挣钱，接你的饭钱挣出来了，儿子啊，咱们拿这钱出去吃好。我是麦芽哥哥。52,000원。가서돼지통에넣어。왜모아야지모아야지到时候생일때买那个장난감嘛，그지。在店里干半道活，现在正好11点了，回来给他做饭，12点他去上课去。他说要大便，哎呀，我说那个店里就有厕所，不去。哎呀，这洁癖似的跟啊，非回家来，反正正好得回家吃饭了。就是回家吃个饭还换个衣服，你真是洁癖。我发现我老大真有洁癖，跟谁学的？走，快！还抠门抠门。这家伙一天没闲着，12点给他送去学校。哎呀！给他做了饭，送学校。我上办公室去收拾了一下，现在2点半，又回去。我想睡一觉去，太困了。然后还得接他去游泳。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可得上班了，我可不能在家待着了，比那个上班还累得慌。哎呦，我的小姐妹们，这一天没闲着，我这视频都整到下午了，从早上拍到下午，刚才睡了。一个多小时，我早晨起来我就给他们做了面条嘛，做点面条。后来带着老大出去上店里去收拾店里边去，收拾完了给他送到学校啊，回来给他做完饭，去吧洗手去，给他又做一顿中午饭，然后送到学校去，我就赶紧开车去公司，然后正好不堵车，去了把办公室整一整，把货整一整，然后我就赶紧飞奔回来，因为我在开车的路上就已经困得不行了，哈斯连篇，我就寻思要回家睡觉。昨天也是。昨天人家10点到12点，那个啥来着，上课回来吃完中午饭了，我说那个妈妈睡会儿觉，本来是定的是3点我要去做脸去，因为大家都说我这眼睛嘛有点下垂，眼皮有点下耷，我
但是我没咋那么觉得，可能我看以前照片我也这样式的，因为习惯了可能是，然后就没看着眼睛咋样，然后我就寻思我预约了一个那个皮肤科，我去看看去拉拉，然后呢本来约的三点，后来这一觉十二点开始睡，睡到三点半，那皮肤科打电话来说了，你都预约了三点咋没来呢？我一说啊，我忘了，然后也没去上，这皮肤科也没去上。今天这更是下午，我就寻思从办公室回来，我快点开吧，一路狂奔呢，有插缝的地方赶紧插，也不知道了，反正是哈欠连篇，就想回家睡觉。到家了是两点半，我就趁因为他四点接他，我就睡了一个半小时，起来迷迷糊糊的，不接人家还不行，你说说，赶紧给人接回来，回来，哎呦，这浑身无力，跟中暑了似的，脑瓜嗡嗡的，哎呀，寻思一会儿还有游泳课呢，不去了吧。去了反正是学一年了也没学明白，不差这节课了，今天就不去游泳去了。这视频让我拍的从早上拍到下午了，就差那个上晚饭了。哎呀妈呀，这忙的没有闲时候，有的姐们说的那个你就干啥时候就拍就行了，真就是赶上那干啥时候哈，就没有时间支手机，有时候在那打包发货呢，或者说打那个来货了哈，根本就没工夫把手机放在支架上。哎，我是可佩服人家那个拍视频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支架上拍去了，然后等收拾完东西了想起来了，啊，刚才忘拍视频了。中午炒的鸡蛋，然后煎的牛肉，整盒紫菜他吃的，我也跟着吃一口。哎呦我去！回家捯饬他那玩具，这儿捯饬那儿捯饬。屋本来不大，而且那糖没吃吧，我扔他家，一会儿整回来。金柳君一看着，又说：“妈妈，我也要吃。”刚好两天，这两天还挺听话的。前两天不是那个吐吗？然后人医生说不让他喝牛奶，不让吃凉的。哎，他还真听话，还真就不吃。刚才也说：“妈妈，我有点热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不能吃，先别吃了，老吃不行。”他们天天就想吃冰淇淋，一热再加上天也热，他想吃。哎呀，昨天看姐妹说那都40多度老热了，这也老热了。哎呀，大家可注意点身体，这多少年这体格都挺好，夏天我都没啥事儿。什么我妈那时候又说什么苦夏苦夏的，我啥时候没有没有。哎呀，这岁数大了是不行。咔嚓，儿子去把那个指甲刀拿了，妈给你剪指甲吧，行吗？送兔子了就给。刚上完课去，前面贴着那个名呢。哎呀，干啥？啊，干啥？